魔子今晚再次被两边猎魔人集体猎魔，唯一一个没参与猎魔的人还被系统给拿下了。魔子在八个猎魔人的帮助下荣获 2.4 评分程咬金，刚开局就被队友狄大人认出来了。狂魔狂魔，操！同时认出来的还有对面的达摩。你不认出来的。魔子身份暴露之后，队友直接不玩游戏了，开始玩电子宠物。日本女人直接闪他脸上跳舞。哎，别有病啊！我操，干嘛？不，大哥，认真玩呀，我别瞎搞，别瞎搞，我知道了，别瞎搞呀！不是你前面也认真玩，你突然这个狄仁杰一说我的名字，然后你就过来交闪现，在那开眼，有意思吗？这么玩？同时，达摩叫来了猎魔大军，当场将电子宠物拿下。不是不知我有什么意思啊？还有狄仁杰啊，你为什么要一直喊啊？你认出来就认出来了，你非得让其他三个人知道我干嘛呀？这不知我一听狂魔哥，就跟他这个什么小蝌蚪见到妈妈一样，直接开摆了。你认识我就认识我，你别喊了。你看这一下子就炸出来这么一个中专人士，吓出他臭老鼠了。前面大家都好好的，开个麦一喊，就看炸出个臭老鼠出来。这波魔子由于只有三级，不能开大。所以再次被猎魔大军带走。妈，还是个国服猴子。我说实话，这把感觉像演员局，你们觉得呢？对面家是国服猴子，这个火舞他妈敢这么送。魔子还怀疑火舞是演员，结果苏烈也跳起来了。一他妈选程咬金，孤魂野鬼全部牛马砸碎，牛头马面全来了，黑白无常。面对这种猎魔局，自家玄策直接选择挂机。六分钟点了吧，开摆吧。我他妈直接开摆，受不了。日本女人一直跟着魔子搔首弄姿，而苏烈则难掩猎魔的喜悦之情。魔哥，我是你粉丝。你这种人不配当我粉丝，懂了吗？别怎么以我什么我是你粉丝的形式来招摇撞骗，知道吗？你配当我粉丝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当我粉丝？我粉丝就算是三 D 人士，下属的臭老鼠都不会干出你这么下三滥的事，知道吗？别人是中专生，我的粉丝可能是中专生，你可能连小学都没有毕业，九年制要教育的漏网之鱼，知道吗？还要不知火舞，你别以为你爸没说你，你就觉得自己很牛逼很骄傲了，知道吗？你这个牛马，你比苏烈更恶心，苏烈前期好歹还像个人，看到你摆了他才跟那个跟风狗一样跟着你学的，你是最恶心的，知道吗？不知火舞，我说实话，你现在在我面前搔首弄姿，又是闪现，又是在那里点回城，又是一技能、二技能、三技能往我脸上丢的，真像你 M 在夜总会上班跳舞的样子。日本女人表示爱了爱了，还给魔子买了个星拳。对面的达摩看到魔子，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。还有就是今天我选一把达摩啊，我今天三把了一把达摩。苏烈，不知火舞，我不想管他了。如果你还有一点人性，还有一点良知，你就点投降，行不行？不知火舞，我是真的，我觉得这种人是真的没救了。我觉得你还是有一线生机的，知道吗？虽然说你小学没有毕业，九年制要教育的漏网之鱼，现实中的臭老鼠，互联网上的蛆虫，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是有的救。听到没有？我想唤醒你内心最后的一丝良知，苏烈，当个人吧。魔子这波阵亡后，开始哀求对面猎魔人大发慈悲，饶他一条狗命。对面家五条狗，我知道你是我，你魔哥我的忠犬八公，过来给我送一个人头，好吧？这把就当我送你赢了，过来给你爸送人头。达摩，过来给我送个人头，快点，快点给我送个人头，达摩。这把分老子送你了，我不要了，过来给我送个头，我不哭气一分就行了，好吧？给你们，来来，对对对，上来上来上来，上来送个头啊！你他妈给老子送个头啊！此时唯一没有参与猎魔的玄策，由于刚才挂机，被系统当场处分。火速处罚！你他妈瞎呀！不只是这个玄策巅峰赛十的选手在挂机，
我这边有三个狗在演啊，把另外三个也全部处罚了呀。李大人自己也在猎魔，怎么会处罚呢？全是挂机，你看到了，其他三个人在演啊，把其他三个人也火速处罚呀。好，就是对面给我给你爸上来。我痛了，我最后魔子在几个猎魔人的共同努力下荣获 2.4 的超高评分，想都不用想肯定是要扣信誉分了，于是魔子迅速开下一把，连举办都顾不上了。快开下吧，快开下吧，快开下吧，快开下吧。哇操，还好老子手速快。